庆王爷，您一再这么拖下去，万一守城有事，我一定上折参你。如果一切真如你所言，本王也不用你参，自当请罪。这次朝廷以调解和解为主，所以我们一定要小心行事，千万不能引起骚动。开城门，王爷，不能开战呀，王爷。 庆王爷终于像个男子汉了，开城门迎战！狗贼，拿命来！你这个莽夫，回来！这个敬轩，罔顾朕的命令，竟敢擅自出兵，立刻谕令下去，押解庆王爷回京师问罪。王爷，得罪了。华氏八典倾城绝恋。